我今天作为这个惊喜嘉宾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跟硬糖他们联系好了。哦，好棒，好棒。啊，你们好啊，一凡老师啊，希望你们能给他们婚礼上添彩。有什么歌就是你们特别想唱的吗？他们其实就想做成那种跳舞的婚礼。他们两个不是世界冠军吗？那肯定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嘛。哦，然后就是有那种竞技精神的感觉。哦，然后呢，今天我们那个硬要赢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歌挺酷。反正我觉得可以，待会儿见了啊，得了。早就已经弄好了，这社会关系网真的是啊，整个一个大铺开。你知道那个谁，硬糖他们，跟他们还有渊源。什么？就是他们有女孩张一凡嘛。张一凡。然后，跟咱们这对新人，他们是参加过舞蹈风暴。哦。这回给惊喜，他就来了。哦。Hello，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来了吧 ？Hello。Hello， 特别期待你们的惊喜表演。好了，咱们要选的歌是你们建议是硬要赢，对不对？他们都觉得特别的符合。对对对，嗯嗯，对，我们要看一下场地什么的彩排。来，您往前走吧，来走，同学们。对，走一下台的那个布局是吧？啊。好的，他们马上就要带来他们的歌曲，叫做《硬要赢》。有什么修改的建议？我们在想把你们放到哪个位置？我们会觉得放在第一个的话，是不是有点儿？大家还没进入这情绪，可能在中间惊喜会更多一点。放在前面呢，其实就会有点像炸场，把所有来宾的注意力和情绪都达到一个高点，直接就开门红，直接给头彩。你难道心里没有一丢丢觉得？他们炸完之后，您再唱《360祝福》不会不会，对不对？哎呦，不，我们不敢，不一样，这个就是回忆杀，回忆杀，一上来就回忆杀呀啊！那我们就那个明天咱们把这个流程定之前跟人好好说了，跟人说明白了，行吧？嗯，我们听安排，非常的棒，非常的棒，谢谢老师们，行了，明儿见啊。好，辛苦了，拜拜老师，拜拜。这样，我就给大家助助兴，好不好？因为是佛教嘛，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大家期待的丢手捧花的环节。来，请我们的新郎和新娘移步到我们的台前，想不想抢手捧花？单身的朋友在哪里？大老师准备。我知道。好，等一下啊，跟我走，快走了，等，来，等一下。我们请所有单身的男女来到舞台上，有请。这是你们幸福的手捧花，要听我们的指令啊！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是不是？听我口令，三、二，先不丢，请回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惊喜嘉宾，硬糖少女303带来硬要赢。
少女三哇、哦、太棒了，是不是很棒？刚才他们在跳舞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同学全程啊眼含热泪跳完的，就是我们的张艺凡同学，是不是？因为之前跟他们一起参加舞蹈风暴、嗯、你又哭，小姐你又哭。今天又失禁了，刚刚我在那个后门偷偷看你们交换戒指，然后我真的很感动。呜、哦，让我们为他们再一次送上欢呼声和祝福吧。我准备的话我现在就是全都忘了，反正就很感动。然后这些他们都是我的队友。谢谢。和艺凡相识是因为参加舞蹈节目，关系一直都挺好的，而且他们能在我们的婚礼上带来这么青春活力的舞蹈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于舞者来说，这是最好最好的惊喜，也让我们的婚礼变得更加有意义。今天的这个环节让全场都感到特别大的惊喜，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首席惊喜官大张伟老师给你带来这么一个想不到的惊喜？谢谢